唔該啊，快啲走啦！咦，冇喎，出去揾下喂，唔好意思啊，唔使再講啦 ，Uncle 啊，唔好叫我做 Uncle， 如果你決定今晚上台嘅，以後都唔使叫我做 Uncle， 我亦唔希望 Mary 再見你。 喂，喺度啊！喂，阿荣，你做乜嘢啊？你中咗风啦？唔使问啦，梗系又系个 uncle 低能喺处搞破坏咧。其实你哋冇人打鼓都可以照题嘅啫，系咪？唔系话？我突然间啲唔舒服啊！我可唔可以唔出场啊？唔舒服？唔敢啫嘛，世荣有时做人唔系咁噶，一啲吉事都冇，玩音乐又唔系大逆不道。 少少困难你冲破唔到，第日你点做大事啊？我就冇谂过做大事或者小事啊，我就系知道应该趁住后生做啲应该做嘅嘢。你而家唔出台啊，你将来一定后悔噶。阿荣啊，心开靠自己战胜噶，除咗你自己冇人可以帮到你噶。你唔好好似只牛咁，成世俾人牵住个鼻嚟行噶嘛？你究竟系为咗自己而生存啊，抑或为人哋而生存啊？我哋系年青人嚟噶。 应该有自己理想噶，你嘅理想系乜嘢啊？系音乐啊嘛，咁咪出去咯。你想做嘅即刻出去，你听日再嚟啊，呢度就唔同晒噶啦，出边唔会再有呢咁嘅观众，呢啲气氛，唔单止听日啊，后日啊，大后日啊，以后都唔会再有啊。你而家唔掌握住佢啊，你呢世都后悔啊。叶坚，到你哋啦，我哋出硬去噶啦，你出唔出自己谂啊？ 有信心，斗志却抑止。谁人定我虚或流？定我心中的宇宙，只想靠两手向你上挥手。问句天几高，心中只比天更高。 世界中我哋，除咗个面具佢啊！做人一定要有吉事噶，世荣啊！咁你讲我有音乐就唔会有世界末日噶嘛？
我都开始做音乐多啲，我已经决定咗，听日就唔会再翻读音乐系。至于你嘅人生运势，你去见房啦。